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25世纪 LSP 职业电竞选手郭富城要进上分教学哦。不管是对线谁，直接我好抗，把两只闪兵先清掉，先升二级。因为我带的是斩杀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先发技能，直接上去干。拿中院这种只有一套爆发的英雄不能虚，因为他一锤子完就啥也没有了。但我们就不一样了，程咬金的超级被动，血量越低伤害越高，杨修暴击斩杀都省了，开走。这边我们继续和中路打得又来又回，来，哎，故意找过去给他锤，压低自身的血量，哎，等他回头开大，哎，这时我们的伤是贼他妈高的，有点东西啊，这回懂得跑了，但是他的这点血量，我们是可以完全一套秒的，所以场中你端一波，他一定会出来的耶，来呐，跳跃旋转，斩杀延寿暴击。来呀，打我呀，请拿出你小母牛喝酒最牛逼的操作。哎呦我操！偷袭！现在的年轻人马宝宝看多了不讲武德，生气了。哼！程咬金这个英雄，想要玩得好就得玩得烧，别怕血量少，就怕不够烧。你可真的是小母牛不孕不育，牛逼坏了。哦，哎，皮克塔。哎，我操！可恶啊，防御塔的锅地。